大家好，赫尔行动通关后，我就发愁下一个要玩啥游戏，结果游戏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三国版只狼卧龙苍天陨落。古代帝王梦寐以求的仙道秘宝丹药，相传秦始皇为了拥有长生不老之躯，也渴望得到此禁忌之药。然而人们相信这种强大的丹药会给世间降下灾难，还曾经有人说秦王之后的每一场战争和权力的暗斗也必有着丹药在其中作祟。时过境迁，大汉也逐渐衰败，散发着丹药光芒的阴霾再次笼罩天下，即将唤醒沉睡于各地的龙。眼下三弟势不可挡，王天盛世指日可待呀！天下大吉！天下大吉！等您出手相助，大恩莫齿难忘。很高兴看见您伤势痊愈。找到你了，拥有不死丹田之人啊！游戏下载了2天才下载完，昨天晚上才刚刚玩上。进入游戏后发现有捏脸系统，嘿嘿，那么第一件事肯定是搜刮漂亮小姐姐或者帅气大叔的数据了。搜索了加捏脸搞了一个多小时，现在就把数据分享给大家。其实这游戏可以直接导入别人的数据的，不过要正版才可以，学习版只能自己一个一个的调，我捏完后才发现的。我搜索的时候看到一群人发一堆英文，还奇怪是干什么呢。捏完后才发现那些就是导入代码，键盘按 yes 一键， Xbox 手柄就按菜单键选第三个就可以导入了。这个是 Steam 版的代码，直接粘贴导入就可以了。等下我会放在简介上的，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复制了。
这边身体和声音可以依照个人喜好修改哈。又不是那种游戏，主要看脸是吧，所以随便意思下吧。若是和您一起，想必圣迹尚存，请佩戴此玉石，用以护身，相信其定能助您脱离险境，不能再让他们为非作歹了。我们走吧。好了，视频就到这了。昨天太晚才玩上，你也玩就睡了，请收下。后面再发游玩视频。再次感谢 B 站小炒肉把了大神分享，捏脸龙脉之气，精炼。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疗伤的功效。